哟，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啊！你爸妈一定是学化学的吧？因为你看起来就跟个实验品一样。领导，您记性不太好啊！我记得早上给过您脸来，领导给您带了一个能继续做十年的礼物。哎呀，你这点东西能值几个钱呢、啊？哎呀，这够了啊！偶尔也要让眼珠吃点细糠嘛。哟，哎，张老师不愧是一级讲师啊！这其他怎么说？哎呀，耶，这是哪个下水道没关好啊？又让外行跳出来听课了？好好好，哎呀，平时面子给多了，又把自己当狮子了。来，上号上号啊！跟他玩大话，别说我帮不起他，大西瓜大脑并不像坐骑不太有用。我早就让对面把玩大部在后面了，要计价都不懂啊！行啊，打帮战了。好啊，但是还这么菜，根本没办法加入我们这些高手的战场啊，只能去偷偷城门。什么话？这波我们普通玩家也能跟大佬一起全盘战斗了？真的假的？那不赶紧上线干活？下班再出来，你背锅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小东西长得挺别致啊。上海经哪一页的？哟，这小腿是抹的开塞露啊，老好看的。哎，我又不是草船，你的剑啊，别往我这儿发呀。